55 fights, 40 wins, and 19 KOs. Two times a mature title for Italian champions. Silver medal World Championship Bangkok, WMF 2009. From Italy, Fabio Sicilelli! In the blue corner, we have Malaysian National Muay Thai Team, WFC Pattaya Super 8 Champion. At 40 fights, 30 wins and 4 KOs from Malaysia.第一回合开始，红方选手是来自意大利的斯斯兰尼，蓝方选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费沙拿美尼。咁啊，蓝方的选手啦，阿蓝美尼咧系嚟自马来西亚噶啦，咁佢有个黄金争的称号嘅，咁啊嗌得黄金争，梗系用争就技术好高噶啦，咁啊你睇睇佢嚟紧会唔会有个争击咧，会令你大开眼界啦！咁啊，至于阿斯斯兰尼咧，系意大利噶，嚟自佢就攞2002年咧，同埋2008年咧系两届意大利嘅拳王嚟噶。咁啊，2009年咧系 WMF 世界锦标赛嘅银牌得主。咁啊，我哋继续翻嚟睇翻个比赛先。咁不如我哋依家请阿李 Sir 咧，为大家讲解一下啦。我哋有多时咧都见到咧，拳手咧会绑一啲绳喺手度嘅。咁其实呢啲系咩嚟，同埋系咪合法嘅咧？当然系合法啦，唔合法就唔会绑啦。咁呢啲系嚟自咧泰国嘅传统啦。有啲咧就系、是有啲拜咗佛啦，或者扶落去咧系保佑个拳手嘅。依家咧比赛啱啱开始冇几耐啦，见到大家咧都系一个试探嘅性质。咁啊，南美尼见到有机会嚟一下重击，不过斯斯南尼咧都仍然系挡到啊。继续一个试探嘅性质，试下打一啲轻击咧，睇下可唔可以咧打到，睇下费沙南美尼咧会唔会有啲空隙喺度嘅。好啦，到埋身嘅时候咧，大家试下碰下膝。南美尼动作十分之快，推开咗斯斯南尼之后咧，即刻嚟一个扫脚。咁啊，依方面其实会唔会有机会系令到个裁判嘅印象好，或者甚至会有机会得分咧？咁啊，都要睇下个脚或者个拳咧中得应唔应，先至可以讲话得唔得到分嘅。咁啊，而家呢两个拳，嗱，好似头先嗰个都系一个后手吸落去就打到，系比较会重啲，个印象好啲啦。咁啊，呢两个拳手咧比较会用拳脚多啲，埋身嘅机会咧会少啲啊。咁啊。相对来讲呢，个可观性又会高啲嘅。咁啊，见到两位拳手呢都好淡定，好小心。咁但係一到埋牙嘅时候呢，埋身肉搏嘅时候呢，佢哋嘅速度就好快打返自己一个组合出嚟。咁你见呢两个嘅高度呢都好均衡呢，所以呢都唔会有一方呢要逼入去打拳架，所以呢个距离咧，均势拉得好好平均嘅。第一回合完，第二回合开始。咁第一回合大家淡定啲啊，第二回合睇下咧两位拳手嘅进攻策略有冇改变啊。咁见到今场咧南美尼咧喺呢个回合上面咧试下采取主动先。咁我见到斯斯南尼咧都有反击嘅，但系咧你睇翻啊南美尼咧啲出脚咧速度咧系快过啊斯斯南尼嘅。大家都是攞个前手啊去试探对方啊。咁而家埋身，大家都是揽住睇下用唔用到膝啦。咁啊，冇乜动作，埋拳正埋咗去分开佢哋两个，由头再嚟过。
見到啦，其實兩位拳手咧同第一回合一樣啦，都係比較謹慎少少嘅。可能始終咧呢一場都係淘汰賽啦，佢哋亦都係擔心喺下邊一場咧個力氣會唔會唔足夠。咁啊，依度咧打落去嘅時候咧係比較上咧係自由少少、淡定少少。但係我個感覺咧，南方咧，南美利咧就比較主動啲嘅，係佢通常咧都發動個攻勢。咁其實兩個拳手企落去嘅時候咧，李 Sir 好似明顯見到南美利咧嘅基本功係比較好少少。係啊，佢嘅主動發主動嘅性嘅係高好多啊，同埋咧出腳係快過佢，同埋反應係會快過佢。但係埋身咧，始終都攞唔到啲咩優勢，大家都咁始終兩個拳手個個身體質素比較相近啦，要絕對攞到優勢咧，絕對係唔容易嘅一回事嚟。我同意啊。你見啦，比較咧，阿斯斯蘭尼咧唔敢點主動啊，都係忍啊忍啊等佢出招嘅啫。有少少尷尬咁喎，頭先啊，我兩下。阿斯斯蘭尼頭先有少少想去搏拳打南美利嘅頭，但南美利退開咗，變相咧斯斯蘭尼咧個動作有少少滑稽啦。咁一路打落去嘅時候咧，其實見到阿斯斯蘭尼去擺個裝出嚟咧，都係跳跳窄啲嘅，比較上冇咁穩打穩扎。今次仲尷尬啊，被個高數佢咧要踎低咗。咁始終踎低咗落咗地，都好過俾你踢到啊！都係一種，如果唔係，都係一種威脅嚟嘅。當然觀賞性上面咧係冇咁好睇啦。頭先講話動作，咁但係有時拳手喺台上面個應變咁快嘅情況底下咧，都係化解嘅一招。南美利咧啲反應好快噶，當阿斯斯南尼咧一起腳咧，佢吞後半步就化解咗。第二回合完。第三回合開始，咁好啦，究竟邊一個能夠同格拉特去爭奪呢一個世界拳王呢，都有待呢一個回合嘅結果。咁啊，見到啦，南美尼咧都係一路啦穩打穩扎啦，斯斯蘭尼有啲乜嘢嘅技術咧，都好似對佢冇乜威脅咁樣，反而斯斯蘭尼咧就越打越鬆散。咁啊，都係啦，我同意啦，南美尼咧係高班少少嘅。甚至乎打落去咧，從心態嚟講咧，斯斯蘭尼係有啲怯嘅。尤其是啦，斯斯蘭尼咧，佢喺起腳嘅時候咧，個動多餘嘅動作咧係過大同埋過多咧，偏向南美尼咧係好容易去避開甚至乎防守。但係南美尼嘅腳擊咧，其實佢係十分之快，偏向斯斯蘭尼咧，有多時都未反應到咧，已經中咗腳。咁而家依度打落去嘅時候咧，睇下有冇啲咩突破性嘅攻勢啦。即係打拳咧，好講個反應嘅，對方出腳你要睇到，即刻做一個接佢啊，或者用腳搏啊，或者嚟一個噴後衝咗對方嘅攻勢。咁啊，南美利咧喺呢點啊做得非常之好嘅。好啦，依家埋一成角啦，睇斯斯蘭尼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俾到啲威脅南美利啦。咁我見到南美利經驗十分之老道啊，一路縮一路打。好啦，試嚟一個掛腿添啊，但係都冇乜威脅啊。咁啊，斯斯蘭尼咧一路咧都想逼入去咧，打啲近距離啲嘅打法嘅，佢知佢嘅腳咧個速度咧唔夠南美利嚟啦，所以咧都會採取近距離啲用拳啊或者用踭啊嗰種打法。咁其實南美利咧，其實佢嘅腳咧都係十分之重嘅，絕對唔輕。咁其實見到斯斯蘭尼嘅抗打能力都係好高的。好啦，斯斯蘭尼俾一腳你，南美利再俾多腳你。
見到南美尼咧開始打得越嚟越輕鬆，甚至乎咧隻手都擺低咗啲啦，好似咧覺得斯南尼咧對佢已經冇乜威脅咁樣嘅喎。因為個距離咧掌握得好好啊，所以咧佢要控制曬嗰個對方攻擊，佢睇得好清楚，去做一個反擊。其實如果深水村的觀眾都會留意到，其實南美尼今場呢有很多時有一個很細膩很細微的動作，但是都可以避到斯斯南尼他的掃擊。好，比賽結束。三位裁判一致裁定南方勝。換言之，第12場的 IBO 世界拳。